那我那个图有打开了吗？启动。哇哦，250转。哦，要开始做了，我心情又开始很焦灼。哦，欢乐纸这边也有，是不是？没有很抱希望在抽。Oh my god！按到手要抽筋。可是现在连这个迹象都没有哎、欸。加105抽，10，180吗？很好，那175。好像还很久，很久哎、欸！我一直在等待它上面那一个。我看不到那个横八，我快受不了。195，刚好剩100。200可以吗？200！好好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拿到了对吧？糟糕！我刚才说200，你看我算的准准准。好了，比我想象中好很多了。我很怕保底耶、欸，还剩 O 对不对？我刚刚一直想说，如果在保底，我应该又要哭了。我永远记得那个流川都已经几乎保底了，你看真的准准，你看295，现在剩95。我说神机妙算，来下142，我看我多少中。第二层开始咯，142，我想应该90抽。没耶，50完了，那再20就好，再10，不要多。球哎、欸，我要开心还是不开心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哎、欸，中球这样有开第三层吧？这样是开心还是不开心？再来最后一层了。哦，所以他只要20张就可以升了哦。所以我到底可不可以20个碎片就升完啊？我比较想知道是这个。他看起来好像是不行。185抽哎、欸，直接中特等奖啦、啊！哇，全部潜能是怎么回事？啊！等一下，我按错了，我就说我会忘记。Oh God！ 回来，没关系，好险，我有发现。不行啊，因为我不要乱跳出去，然后忘记这件事情。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现在是160。我现在看到这里是8哎、欸，傻眼！所以我现在抽到、喔，我刚以为这边是一个加起来20、欸，我误会了，误会很深，眼睛很瞎了。反正开心好像有机会，我觉得应该要抽到保底了啦。都抽不到哎、欸，我都没看到碎片哎、欸，是估错数字了吗？我等一下会全部一起上，因为反正都要抽完了。哦！啊，可是18好像也没办法。我现在总共有22，没有，都要结束。想捶桌。哇！我跟你讲，反正就剩10抽，我就一抽一抽看。你看是不是？还是给我，不要再中那个啊！啊！7抽都送你好不好？啊！看真的保底也没办法，不然很浪费哎。我怎么可能不抽这个？特训卡超难拿的。这一点都不爽，好不好？全部都上来，然后是最后的时候。
你怎么你这样会很开心吗？不会，人家如果刚进来看画面还说哦，你主播你很欧哎，没有，我已经抽到底了，很可怕，我抽到底了，哦，那好开心哦，好多碎片，这边直接185减185，然后等于零，看一下总共几抽，200加55加185。440，然后一抽60，26400点，刚刚就在这个半个小时没了，就没了。来升级角色喽！到底需要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升级。我刚刚是从那个升上来嘛，然后现在8张，升到 B， 然后再8张。在10张，D 到 C 要8个碎片，然后 C 到 B 要8个碎片 ，B 到 A 要10个碎片，然后你看我升，等一下一定会是10张，然后这样才有 S。好了。